从今以后不要洗衣服，你只要喜欢我就好。那以后等你洗。我要去买东西，你要买什么吗？除了我的快乐和不快乐，没有。那我走了。你干嘛？好快！我要预购你的未来。讨厌啦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不这样要怎么办啊？Baby， 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。有吗？哪里？怪可爱。你白痴哦！我不是白痴我是爱你诚实。你干嘛一直撩我？老油条哦！如果我是油条，那你就是豆浆佩佩，我觉得你已经怪怪的哦。有吗？哪里？你以为我要撩你哦？好啊，那你说啊，哪里怪？就觉得你这样不是很开心？还不是因为有人很久没有说爱我。我爱你啊，当然爱你啊。没诚意。你晚餐要吃什么啦？我不知道，你嘞？你吃你自己。可是我只想要痴痴的望着你我不是说没有要聊。我没有聊啊，这是我肺腑之言嘞。好了，晚餐我煎牛排给你吃。好啊。快去。你吃屎吧你。什么？在都市里面，竟然可以看到那么亮的星星哎！没有啊，在哪？有啊，那边。我看到了。我看到了，你就是我眼里最耀眼的那颗星。讨厌了，嘴巴那么甜干嘛？今天是我的宝贝啊。Baby， 早餐吃什么？我要吃掉你的不快乐。真讨厌了！我最喜欢你了。讨厌的不得了。王先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。什么？你这么严肃？如果我跟你妈一起掉到海里，你要先救谁？这么经典的问题啊！当然是先救我妈。为什么是先救你妈？因为我会跟你一起在海里啊。为什么我要跟你一起在海里？因为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啊。那为什么要一起在海里才会在一起一辈子？在生命的最后尽头还在一起，这样不就是在一起一辈子吗？那你也可以先救我啊，这样我们也可以在一起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生命最后一刻是在一起的，那不如就一起留在海里吧。我们黄又杰怎么那么会讲话？其实我们不用一直在海里，也会一直在一起啊。Baby， 从今以后。不要洗衣服。为什么？你只要喜欢我就好。那以后等你洗。